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做了一个 long band， 对 bands， 金色的 long bands， 哇，一进来哇，整圈的所有朋友都，哇，棉纺棉纺，巨星来的，然后我们就保护他。上到我们的家里，我受不了，没有，心甘情愿，没有啊，只有楼梯，他走楼梯上去。你们在几楼？二楼。OK。你要知道哦，我们家里是蛮穷的。对啊，我们那天呢，我妈呢就特地杀了一个鸡，就给他吃，因为我平常呢我们没有鸡吃的。对对对。最好笑呢是我们家里也没有凳子，对，这没有那些什么沙发啦，没有啊。说、折凳怎么说、啊？折凳，折凳，对对，就是给折凳，折凳，请坐下，就拿杯茶。对啊，就是很简单。他来我家吃饭。